的节目。还有我人生当中也是第一次穿上这么漂亮的校服，我今天在后台看这校服，自己都美了好久，就是这个。你知道我们这个校服是有讲究的，是吗 ？TFBOYS 同款。哇！爆款属于爆款。超美的。好，这个跟快乐大本营的观众再问个好，好吧？行行，因为。一直在看快乐大本营，但是我也曾经想过，不要说是从小看着长大，从小看长大的，真的是真的是，因为一直也在看，也在想什么时候我能到这个舞台上跟大家站一站，我就觉得已经很知足了。但今天是就要走了吧？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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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就只是站一站呀，大哥。就是我，您那个当时那种想法，当时那种想法就这么简单啊，明白？但是要的不多。今天我来了呢，就是我不走，谁也不许走。这是来撒泼吗？好，今天呢就是最后只剩两位同学了，就是我们吴昕同学和小宝同学。刚才已经表白了吴昕同学，现在有没有靠着他的腰已经化石化了？现在有没有要表白小宝同学的？小宝一出，我袖子都撸好了，这铲子举起来了，是拍我吗？对对。最后两位有没有要给小宝？来来来，哎呀，海涛，把你那吸尘器拿走，拿走。小宝哥，我今天啊特意给欣姐准备了一份这个。欣姐啊，你太需要这个了，哎，这个坏蛋，小宝哥用不上这个，我想来想去，这个还是适合欣姐。他这就是吸尘器。你没出来，真的完全不是这样的。他坐在那儿动都不动，是不是？他说他就等最后一个，然后你出来之后，他又变成这样。他又变成了这样。人品不好。我吸你嘴。太好。好了，维嘉，维嘉要把这个铁锹送给我小宝哥是吗？对，那就不变了，因为免得说人品不好。对呀，虽然心里这么想，就是你变也没得变了，没有人了，除非你送给老师，我可以自己留着。不不不不，小宝哥，你第一次来大本营是吧？而且、就是、你是不是逼我们送，逼我送你们点什么？是不是？有带了吗？哎、不用啊，你看哪来这还带卡呀？还带现金来啊？因为说实话，这铁锹吧，也就真的跟你肤色是最配的，好不好？这除了就不是这个地面上能使，那矿工他也能使，所以这个行不行？您就盗墓用嘛是吧？那我建议你这一锹以后再做成把儿再长一点，是吧？本来我长得就不大，你再给我准备这么个把儿，我去铲土都看不到，看不到谁在铲。镜头给不到谁在铲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又把它做长了以后，你把我做长了，我变得伟岸，你可以这么看，这么铲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